像诗句画中，因为洋溢青春的女孩，是蓝蓝的大海，波荡起少女的情怀，在蔚蓝的天空寻找今生唯一的挚爱，是老天的眷恋，还是厄运的安排？我爱他的风采，就是他缠绵的期待，奈何情难了，爱不在，痛苦难耐。爱情的世界，缤纷色彩，不能等，只能爱。不说的情海，苦涩常在，这滋味才是爱。为爱而来，为爱而来，就算是再次挫败，无需感慨。为爱而来，为爱而来，哪怕是虚构的关怀，空虚的爱。在跟爸妈说话呀？嗯。在跟他们说什么？我跟他们说，桑德已经在德国念完大学，快回来了。有没有说说你自己呀？我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有。你一手带大你妹妹，还当上了南海天域酒店的执行经理。嗯。还有呢？还有，爸爸，波波，拜托别动我的琴。我想着他碰我。拜托，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宝贝哈尼拿去托运啊？那他回来就变成一堆木头渣了，懂吗？那他就变成木头渣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很愿意跟你们合作。不客气。这边请。再见。再见。带他们到处看看。好的。玩得开心。拜拜。再见。谢谢。桑经理，聂董在办公室等你。哦，告诉聂董我马上来。好的。上车吧。干什么？想劫持我？给自己放一天假吗？陪我潜水去不去？不行，爸爸正找我呢。幸亏有你个工作狂，要不我被爸爸累死了。你累？你每天玩还累？玩也是需要体力的吗？怎么样？去不去？不去的话，我跟仔仔走了。我不去，你走吧。OK。哎，华晨，记得下午去机场接桑朵。知道了。关于本酒店二期扩建的规划，我希望得到两位的支持。聂董，我们长话短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项目具体由谁来负责？董事长，你是不是想让聂少接手我们的扩建工程啊？我的确有这个想法。投资的钱可是大家的。嗯，人选问题我们希望董事长慎重考虑。我突然有个提议，不知你们二位觉得怎么样？这是我们酒店从法国引进中国唯一的室外热海水按摩泳池，池中所用的海水是从亚龙湾海底直接抽取的。是吗？通过加热，有助于吸收海水中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按摩，达到活络全身筋骨的效果。嗯，这个让瘦身事半功倍，这也是我们酒店特别受欢迎的项目。哎，看你长得斯斯文文，干嘛在秘书院偷看别人东西啊？神秘兮兮。男朋友啊？我叫桑朵，来自天上的仙女。董事长好。董事长好。易拉，安排好车子去接威廉了吗？安排好了。我好像是多此一问，威廉要来，你应该比我还激动吧？仔仔，我们要去接桑朵，你怎么不提醒我？仙女，男朋友是不是刚好有事？哎，我的意思是，要不要搭个便车？你去哪儿啊？维利亚酒店。维利亚酒店不错，德国的企业。哎，你眼光还行啊。谢谢夸奖。我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你不过是住宿，维利亚酒店是你的吗？也说不定啊。我挺喜欢大陆的。你喜欢台湾吗？还 OK， 除了台湾男生。不过不久我要去高雄。高雄，高雄是个好地方，东西很好吃，有浪漫的爱河，前卫的建筑，还有他们最近新的捷运站有全世界最大的玻璃装置艺术。你知道眼下最吸引我的是什么？维利亚酒店的冰淇淋。行李在后面。好的。威廉，嗨。我们来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嗯。哇。冰淇淋在那边。走。嗯。我呢？没接着，他手机关机，也可能是没电了，反正联系不上。算了，先别管他了，爸爸在办公室等你呢。他又怎么了？你难道不清楚这次的融资计划对我们很重要吗？嗯，
是对你吧，对我好像不太重要。事不关己，对吧？那你说说看，什么对你才重要？你再多给我一点点自由就好了，一点点。一点点自由，你现在全部的自由都是我和桑云的不自由换来的。就算我强迫你好了，你是我聂明思唯一的法定儿子，你有这个责任来管理南海天域酒店。酒店联盟要组团到高雄参加旅游年展，你代表我参加。别喝多了。没事，陪我喝一杯。我不喝。哎，你也别喝了。听不见了。妈妈，我不信。妈妈说过，只要放声大哭，她老远就能听到。给，你不要哭，只要你不哭，我就陪着你。真的吗？姐姐，美人鱼会淹死吗？不会，他们就住在海里，可以活上几百岁。那爸爸妈妈在海里也会变成泡沫吗？不会。人和鱼不一样，人类是有灵魂的，即使身体不见了，灵魂依然活着。世界上哪有什么灵魂啊？有，只要我们把心和爱留给别人，就会有一个不灭的灵魂。那是童话。姐姐说童话也是真的。桑朵，那么晚了，让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快去拜见你那位冰雪女王，要不然她可要大发雷霆了。冰雪女王？你不觉得你妈妈很像《纳尼亚传奇》里的冰雪女王吗？你知道那是我妈？弱智，这还用说啊？你别介意，她人其实很好，就是脾气差了点儿。这样吧，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找个时间我请吃冰激凌。礼多必诈，我拒绝一切糖衣陷阱。是你说冰激凌能抚慰心灵的，可是我的心里很平静，也很快乐啊。哎 ，taxi。拜拜。这个女孩子还蛮特别的哦。嗯。还很可爱。爸爸，嘿，嘿，桑朵啊，好久没见到你爸爸。昨天晚上你第一时间没有露面，该怎么处罚你啊？老规矩，罚洗三天的碗，拖三天的地。你们不能怪我，是姐姐不让我惊动大家的嘛。小家伙，和你哥哥都一个样，你呀，很会耍赖，什么事情都推给桑云，吃亏的总是他。不会不好意思吧？爸爸，爸。桑朵有个好消息，是个惊喜。我自己说吧，我要到台湾南部去演出。很好啊，刚好你哥哥姐姐也去高雄参加旅游年展，你们可以作伴一起去，这样我比较放心，可以在台湾做一趟旅游。起来了，起来，我们一起吃早餐。起来啊，等我再快呀，一会儿。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快点！一大早我还以为哪个大师在开露天演奏会呢。哥，担心点，我会让你吓一跳的。不能让我等太久哦，岁月可是不饶人的。你以为自己几百岁啦？怎么，一夜没睡啊？我发现对方的客房利用率直线下降，现金的周转也不是很顺畅。我们这一年的低房价策略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嗯，看来我们这一年的亏损是值得的。哎，说下去。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在金融危机的眼下，他们急于进行扩建工程，造成资金危机风险，你说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真实财务报表，摸清底牌，就可以更加主动。来，爸，我把牛奶给您倒上。来喽，开饭吧。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一起吃早餐了。哎，波波，不许占了我的位置，坐到那边去。阿姨为什么要？好了，波波，过来，阿姨回来你就让着他，因为他也是个小朋友。我不是小朋友了。这次高雄的旅游年展，桑云和华晨一起去。爸，我觉得新来那个销售经理是个人才，应该多给他点机会。如果你迟迟不参加酒店管理，董事会将决定另聘职业经理人来取代你，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爸，爸，我，您放心好了，我们会去的。嗯，桑云，我不去是有理由的。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哥哥去的理由。我？对啊，我建议啊，姐姐呢全程参加会展活动。你呢？陪我到乐团。
因为我要参加夏季音乐节，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福星，你出马万事大吉。先生你好，请问您是我们的 VIP 客户吗？我不是，我是第一次入住，我在网络预订的。哦，先生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先生，请拿好您的房卡。谢谢。您里边请。Hello, guten Tag. Es ist immer zum Anziehen.Ich bin sehr ärgerlich. Es ist so schlimm, Zeissi. Sie haben fünf Minuten. Sie müssen noch einmal sauber machen. 张经理，什么事？财务报表，酒店现在的情况一直没好转。董事长正在想办法，你交代大家别多说话。好，你放心。没事了，你先去吧。嗯。张经理，有位德语系的客户一直在投诉。投诉？嗯，他刚刚说过五分钟再打来。我知道了，你们先别急。姐姐，我们去潜水吧。不行，他们说有一位德语系的客户一直在投诉。让公关部门去对付吗？什么对付？客人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对待的。喂，您好，这里是南海天域酒店。真不行。张经理是那位客户啊。我来吧。哎 ，Hello， 滚蛋。呀，嗯哼 ，Vip Ten， 啊哈 ，Askla， 搞定了。哎，不过这个客人很麻烦，他要求在两个小时内准备英、德、法、西班牙四种语言的执意人员。还特别要求用德国国花装饰他的会客室。德国国花？嗯，漂亮吗？送给你的，你要永远珍藏好，听到没啊？好，快点上来吧。嗯，来。你看，咱们也照一张吧。这种照片是帮游客服务的，我们算游客吗？先生，哎呦，女朋友这么漂亮，你们俩简直就是绝配。我给你们拍张合影吧。你看她哪一点像我女朋友？嗯，我们每天看的就是人，眼毒得很，看一个准一个。这一次你可看错喽。嗯。哎，桑朵，桑朵。喂，桑朵，哎呀，你怎么了？你什么事不高兴啊？小心眼儿，不就想拍张照吗？大不了我回去陪你拍就是了。你想拍几张我就陪你拍几张，何必为这种小事生气呢？才没有呢。要不就是有心事，恋爱了还是失恋？没有。没有吗？嗯。我可警告你，撒谎是会长皱纹的。嗯，已经长了不少了。有吗？你呀，真该跟你姐姐好好学学。姐姐又哪点比我强啊？你从小被我们宠惯了，一着急就发脾气。桑云和你不一样，她是姐姐，无论性格上还是心理上，都必须更沉稳。那是因为，他还要处理酒店的一切。嗯，反正在你和爸爸眼里，姐姐永远比我强。不服气是不是？那就赶快长大，超过姐姐。
胃已经长大了。啊，说到你姐姐，不知道那个投诉解决的怎么样？桑经理，你知道德国的国花是什么花吗？是矢车菊。那这个呢？是非洲菊。不好意思，我马上调换。还有问题吗？没有，威廉先生。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母亲应该也很喜欢矢车菊吧？何以见得？当年因为战争，德国路易斯王后带着王子逃亡，途中就用矢车菊编成花环，戴在了9岁的威廉头上。后来呢，威廉成了第一个统一德国的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母亲，他就将矢车菊定为德国国花。你也叫威廉，所以我想你母亲也应该很喜欢矢车菊。说得很好。你怎么了？没什么，威廉先生。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酒店管理者。谢谢。哦，对了，我想多了解一下你们酒店，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当然。威廉先生，看起来你真的很喜欢吃冰激凌。其实我不喜欢吃甜品，周围朋友都喜欢吃。听人家说冰激凌的神奇，除了能满足味蕾，还能抚慰心灵。嗯，这句话我听过。是吗？是啊。好了，烈火情人。好漂亮啊，味道很不错的，你尝一下。来，我很少吃冰激凌的。是吗？怎么样？这个烈火情人啊，威廉。对了，你可以在里面找我吗？放一点杏仁，感觉不一样。喂，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有人在找茬。谁啊？过来，过来。冰激凌啊，它的魅力就在。你看，就那个家伙。怎么了？你呀，快去救姐姐，我先撤退，拜托。喂，如果换成其他口味，这种奇妙的感觉可能就会丧失感觉。是不是酒放太多了？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吃啊。谢谢。华晨，桑经理啊，这位先生走进了操作台，他是我们的客人呢，还是卫生督察？是我要求进来坐的，跟他没关系。我才有权利对本酒店负责。现在我重申酒店纪律，一切闲杂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工作重地。桑经理，我，你带头违规记大过一次。不服从领导扣除本月奖金。还不服气吗？扣除3个月奖金。桑经理，叫工勤部过来看一下，这个通道太窄了。不好意思。高雄这地方相当热。有人说没来过爱河就等于没来过台湾。开了这几天的会以后，我确实看出来你肩上的担子很重，所有的数字规划和远景都在你脑中。爸爸是对的，他说我不够负责任。你是该多负点责任。所以我决定这辈子都不让你离开我。
谢谢啊，谢谢。拜拜。又是你啊。给你的。我第一次在船上看见你，你才12岁，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时天上下着小雨，海上吹起阵风，在你的身边是桑朵。转眼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结果却发生了海难，你和桑朵失去了亲生父母，而我也永远失去了妈妈。幸亏有你，有爸爸，不然我跟桑朵也会随之葬身大海。海难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却也让我们变得患得患失。我老想躲避，说不清到底是在躲什么，就是不想面对眼前的一切，不想成为别人的焦点，也不想让自己承担任何的责任，也不想担任任何具体的角色，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不要责备自己，没有谁会是永远的主角，也没有谁会是永远的配角。就像我们领养的波波，经历了四川地震，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所以啊，能活着就很幸运了。没想到你琴拉得真好。是啊，我花了10多年最好的时光，每天从早到晚抱着琴练习。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成为大师。别傻了，我不想成为演奏大师，更何况我拉琴也不是为了成为大师。那你练那么辛苦是为什么？是为了一个人。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拉好巴赫，所以就坚持下来了。是谁啊？我跟你很熟吗？一回生两回熟。迷恋巴赫的音乐，就像迷恋他一样，听到他的声音，心跳就会加快。哎，我最近读过一本书，书里边有一个小男孩，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等。他告诉他妈妈说，他一定要等到一个让他心跳加速的人。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你啊？怎么可能是我？如果是也不错啊，证明你很执着，执着的人才能得到幸福。幸福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糊里糊涂的看着，糊里糊涂的等着。糊里糊涂，你说我呢？好了，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谁啊？一个值得一生等待的人。那不就在这儿吗？哎，谁说你啊？你再啰嗦我就走了。有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你还好吧？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有什么企图？你连喝酒的时候都这么可爱。来，为我们的相逢干杯。你已经为此干了5回了，换个说法吧。哎呀，为相逢干杯啊。哎，够了。你住哪家酒店？我送你回去。爱和尚。怎么样，还是没接电话？还是不肯接电话。没事，放心吧，这么大了。
我说没事吧？啊，这下你该放心了吧？怎么了？啊？你背我好不好？就像韩剧里的男人一样，好不好啊？威廉，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坏？不过我喜欢你这样的坏人。其实我一点也不坏，我外表强势，内心脆弱，这样真的很累啊。我也累，在我累趴下之前，你要说清楚你到底想上哪儿。那随便啦。你也敢说随便？不怕我把你卖了？这是哪儿啊？天堂吧。对，天堂。这么漂亮，五颜六色的，我不想走了。那你就待着吧。待着干嘛？把手给我，我们一起祈祷，祈祷天堂的出现。清醒一点，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玻璃艺术品，是意大利大师水仙的作品，上面一共有1252面窗子。不对。啊，这上面有天空、陆地、花草树木，还有男人和女人。啊，还有一地。你到底醉没醉啊？想的倒挺美的嘛。奇怪，海洋怎么会在我头顶上啊？是不是我又掉进海里了，会被淹死？放心，有我在，你不会被淹死。我会救你。哎，十多年前我真的掉进海里了，周围又黑又冷，我什么也听不到，我想哭，可是我哭不出来，我找不到爸爸妈妈，我以为自己会变成泡沫消失不见了。没事，在你变成泡沫之前，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你没骗我。想骗你有一点舍不得。笑什么？我一直希望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最先看到的人就是你。我也一直希望每天闭上眼睛前，最后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我真傻，一直在无端端的浪费时间。回去我们就结婚。为什么又是你啊？说不定我在跟踪你，或者保护你。到底是跟踪还是保护啊？都有吧。我可笑不出来。笑不出来，干脆就哭。我妈妈说过，哭是女人的剑，笑是女人的刀。你妈妈太厉害了，简直是个军火商。形容的真好。眼下，她正把我拉进一场争夺战，要我帮她并购一家酒店。反正不是天域酒店就行了。恰好就是天域酒店。啊？你妈妈也说过天域酒店，是真的吗？真的。喂。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大坏蛋！你不认路，这是要去哪儿啊？再跟着我报警了。要不要我陪你去？不要，你陪我去机场，我要回大陆。那也得先回酒店打个招呼，走丢了谁负责？反正不用你负责，你又不是什么好人。我是好人啊。为了证明你是好人，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我本来就不是坏人，没必要证明。不仅有必要，而且从现在起你不可以离开我一步。你可真霸道，总是不停地支配我。你不接受吗？那你就滚，永远在我面前消失。不会吧，又是二选一。哎，走吧。再好好想想，上了飞机就来不及了。喂，是我啊。我们这么有缘啊，在这里也能见面。不必这么热情，免得我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你不用太兴奋，我只是传声筒，专刚你要找的人已经走了。你怎么知道我要找谁？还用说吗？肯定是个女孩。她什么时候走的？这个你不要问我，你去问航空公司的柜台，可能会比较清楚。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我们从断层扫描中发现，你的左肝和胆管部位长了占位性病变，情况非常严重。你病得不轻，赶紧抓紧治疗吧，不然耽误了，后果会非常不好。爸爸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不到八岁。后来啊，我就看着你们三个一天天的长大。我希望你们像鸟儿一样，飞得又高又远。有时候我又希望你们像鱼儿一样，在我身边游来游去。爸爸，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些东西在我心里一直舍不得放弃，可是又一直得不到。那你更应该好好想想，到底该不该得到，或者是该不该放手。嗯，哎，我这个笨脑子什么也想不明白。你很聪明，我相信你能想清楚。嗯，哎，爸爸，二期工程为什么停下来了？是不是酒店遇到什么麻烦？啊，这些事你不用操心。我不，没事，我想留下来帮你，我会有用的。啊，也好，你先帮助我筹办婚礼。嗯？哦，谁的婚礼啊？嗯。哎呀，华晨，算了，不能这么惯着他。开门，桑朵，桑朵，开门啊！别叫了，桑朵，你搞什么鬼？音乐节也不参加，就这样跑回来了？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们管。哎，华晨，你别火上浇油了。姐姐，你也别装好人。我怎么也成坏人了？你们都是坏人。那家伙呢？那个威廉，啊，他更是个混蛋。
那你为什么？别说了，我来解决，你去吧。嗯。桑朵，姐姐做错什么了，让你这么生气？我不是生气，我是快被你们逼疯了。那为什么？你别管了，你只要做你自己擅长的事就行了。那我擅长什么呢？你擅长的事太多了，你有那么多人要管，有那么多事儿要做，你难道还在乎一个人吗？姐姐，你不能太贪心了。我贪心？对，你就是贪心。因为你太完美了，所以你觉得什么都是你的。桑朵，你明知道姐姐什么都会给你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哥哥。我不是要跟你夺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一生一世爱着他。说实话，我不能。可是我能，姐姐。从我掉到海里，哥哥拉住我的手，我就觉得这辈子我都离不开他了。你说这是我的错吗？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这都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华晨，不关你的事，别再说了。还说不关我的事？一个爱我的人现在不能爱我，一个不该爱我的人现在却爱着我，这叫什么事？我快被你们两个人逼疯了。是我快被你们逼疯了，你们谁在乎我的感受？桑朵，我大家这么疼你爱你，到后来你还觉得委屈吗？凭什么我不能委屈？这么多年我夹在你们中间，我当然很委屈。桑朵，给姐姐一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好吗？我不，你们相爱是幸福，可是在我身上却是罪过。爸爸还要让我为你们筹办婚礼，你说我怎么办？我不，我不，我不。那好吧，我告诉你，我不结婚。我谁都不爱，这样你开心了吗？可以了吗？桑朵，怎么了？最好什么都别问。是不是有一点点想我？一点点？嗯，好像是。也不是，这就够了。哎，我现在是离家出走。哎，你信吗？信，当然信。你不离家出走怎么能来找我？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我真的没有地方可去。来找我就对了，这么大的酒店难道没有你容身的地方？哎，讨厌。吃吧，今天我请客。算了，我今天没胃口。那我想好好跟你谈一谈，我想了解了解你的背景。还是别说了，你一定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看来你真是聂明思的女儿。啊，你知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啊。我早就知道聂明思有个养女了，而且还是个优秀的大提琴手。桑小姐，我倒有个提议，如果这次你能在谈判中当威廉的助手，对他将会很有帮助，对你们南海天域来说也算是个公平的竞争机会。为什么你觉得我能接受？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如果我说不能呢？不会的，我看人从不走眼。
你又要去哪儿？你别管我，我想出去透透气。你又要去哪儿啊？你可以继续躲着我，但是你不能丢下爸爸和南海天域酒店不管。你让我自己待着，我不想跟别人争夺，更不想让别人争夺我。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保证，这种错误能纠正。桑云，我不想责备你，你应该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包括桑朵。我知道，我找你，是因为爸爸今天要跟维利亚酒店谈判，他得不到股东们的支持，至少应该得到你的支持，要不然的话，对他太不公平了。我无能为力。华晨，这是一场旗帜鲜明的公开竞争。不过当然，你们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吧，说说你们的具体方案。几个月之前，这份意向书已经交到贵方手中，想必聂董已经全面了解。不可能，这份意向书不公平，也不对等，我不同意。聂董，对这份意向书内容更要更改一下，因为我方无法接受购买部分股权，而是要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和经营权。按你的说法，你好像是稳操胜算了。我虽然初出茅庐，但不会打一场无把握之战。威廉先生，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你的方案呢？其实现在接不接受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可以从其他股东手中买到更多的股份。不过我个人还是希望双赢，因为这里有聂董你大半生的心血。年轻人，你的野心很大，但心肠不够狠，缺少那么一点点火候。你好，索菲亚女士。你好。这边请。谢谢。请进。谢谢。威廉先生，我们上辈子可能是兄弟，这辈子才成了对头。很有趣的说法，我接受。你这个人不但爱管闲事，还喜欢指手画脚，都是一些被惯坏的毛病。接下来我要说的你会更受不了，因为这里即将由我发号施令，我要让桑云小姐作为中方经理留任。至于你，我安排你做服务生。哦，不，从门童，从基层做起，学会尊重每位客人。你，威廉先生，我希望你也别忘了该有的尊重。哎呀，聂董，我给过你6个月的时间考虑。要知道，我一向就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天生是个乐观派，相信机会永远和风险并存。过分自信等于盲目自大。那就要看个人的理解了。那你聂董又是怎么理解我的呢？漂亮，能干，无与伦比。没想到聂董你现在心情还能这么轻松。索菲亚女士，你不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不过刚才我说的是很认真的。是吗？那好，那我就让你再认真一点。
请进来吧。请坐吧。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来吧。今天以前，我是聂明思董事长的女儿。从现在开始，我是威廉先生的特别助理。我将按照雇主的要求，负责忠实记录谈判中的每一个具体细节，不遗漏，不篡改，并时时提醒威廉先生守住谈判法则。我保证做到公私分明。桑小姐，把你提供给我们的南海天域酒店财务报表再给聂董报告一下。桑董，你马上给我出去。我不出去，我只是想知道你们还在不在乎我。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放开我。你出来。你终于主动拉我的手了吧。你给我闭嘴。放开我，你把我弄痛了。痛？你做这样的事情来伤害我们，痛的是我们。我不许你们无视我的感情。你这样无理取闹，信不信用把你扔水里？扔？你扔啊！当初干嘛把我救上来？我救你难道成罪过了？你要是知道你姐姐多伤心，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你还是因为姐姐才救我的。桑朵，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对我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们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样？明明想责备我，却又说自己做错什么？好，如果真的是我错了的话，你应该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啊！你们没有错，是我的错，是我不该爱上你，不该和姐姐抢你。可是是你说会一直陪着我。你说喜欢巴赫，喜欢大提琴，我就选择了大提琴，选择了巴赫。你现在知道了，我所有选择都是因为你。桑朵，我对桑云和对你的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问你，汉堡和披萨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一样。只要你对着汉堡把它拍扁，它就是披萨。很抱歉，我确实没有想过，你到底是一个汉堡包还是披萨，更没舍得把你拍扁。讨厌你，我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你们天域酒店已经是资不抵债，你要是再不采取措施的话，法院可就要拍卖你们的资产了。到那个时候，你一辈子的心血将付诸东流，你所有的员工也将面临失业，这应该是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吧？没错，我不愿意看到失败，更不愿意看到我的员工从此失业。索菲亚女士，我请求休会。为什么要休会？你不觉得现在气氛很好吗？继续吧。威廉先生，我请你们马上离开，否则的话我马上通知保安。我们走吧。
爸爸，桑铎，爸爸，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爸爸不想你让我看看爸爸。华晨，你别这样。你别管。哎，出来。哥哥，我错了，让我看看爸爸。桑铎，桑铎，你别闹了，你听话。自己呢？你关心过爸爸，关心过酒店，关心姐姐吗？你当初早就应该跟姐姐结婚，断了我的。别说了。现在马上去找你那个威廉，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别添乱了，好吗？妈妈，妈妈怎么了？哎，你怎么开车的？开车小心点。爸爸没事，妈妈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妈妈，你到底怎么了？怎么办啊？金融危机，没有客人，我们门可罗雀，哪还像五星级酒店啊？哎，听说维利亚酒店正准备吞并我们呢。哎，桑经理天天在医院照顾董事长，酒店群龙无首，急死人了。着什么急呀？不还有聂少吗？聂少，他一天到晚没事臭着个脸，他懂什么酒店管理啊？我觉得他还不如我呢，摇什么手啊？就是聂少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哪一个比我强？站出来，我看看。聂少好，聂少好。聂少，原来你在这儿。来，咱们去那边，我有话跟你说。有话就说，不要鬼鬼祟祟的。聂少，咱们还是去那边吧。让你说你就说，我最讨厌你们这种磨磨唧唧的人。来，你慢慢的讲啊。聂少，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实话告诉你吧，银行已经把我们的账户给冻结了，还有扩建项目的施工方也以拖欠款项为由把我们给告上了法庭。 MG 公司的周年庆典也已经通知了改期，实际上也就是取消。都是坏消息，随便他们好了，无所谓，天塌下来还有地顶着。聂少，你不能这么讲，这样讲就是不负责任了。你要我一下子怎么负责任，对不对？聂少，我建议你去医院照顾董事长，让桑云回来应付这儿的局面。喂，波波。怎么了？你可回来了？怎么了，波波？那么着急？你生病了？我没有生病，是妈妈生病了。不是妈妈生病，是爷爷生病。真不是爷爷生病，是妈妈生病了。她晚上疼得都睡不了觉，用拳头顶着。有的时候妈妈疼得厉害的时候，车都开不了。我们还差点出车祸了呢。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妈妈不让我说，她的药都在抽屉里。华晨，华晨，你怎么了？华晨，我没事。你放心吧，爸爸不会有事的。那我先回酒店，爸爸交给你了。你回去吧，我会守着爸爸的。你真的没事吗？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三明，别走，别离开，千万别离开我，三明，三明，
不会的。我约你来，是想请求你帮个忙。桑朵他还是不肯见我。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吧。眼下我最缺的就是时间。原发性肝癌，治不治都一样，即使再拖，也拖不了多久。我怕进了医院就出不来了。更何况我还有很多事没安排好。桑朵很脆弱，十多年前，我们的父母在海难中丧生。至今我还没挣脱那场噩梦。我想，桑朵也一样。我答应你。哎哎哎，你干嘛一直拉着我陪你瞎转悠啊？我现在可没有心情陪你看风景。就当你陪陪我。在高雄的时候，我不是也一直陪着你吗？你带我去了天之穹顶，还有哪儿啊？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还去了酒吧。你喝醉之后，要我背着你走了好长一段路，好重啊！我好想把你丢在一边。嗯，你不会，基本上你还算是个好人。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你不用特别谢我了，我就随便夸你一句，不用当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好吧，给你一分钟。那你要好好听我说完。你姐姐爸爸，你醒醒啊，爸爸，你说话呀，爸爸，爸爸，你醒醒啊，爸爸，你不能不管我们，不管姐姐，不管酒店，我是天下最笨的傻瓜，爸爸，说话呀，我求求你，醒醒好吗？好像有点大，嫁给我吧。我早就说过，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你注定是我的新娘。不过真的有点大。姐姐，我来为你准备最美的婚纱。你愿意吗？是吗？小心点，好看吗？姐姐像条美人鱼。真的？来，再试试这个吧。
要不，你试试看。我，试试看吧。我姐姐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嗯，试试吧。嗯。真漂亮，爸爸的任务是当好新郎，你的任务是当好花童。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当一个最美最美。喜欢写起花朵，不让你寄存的名牌，虽然难得打开，我当是少女的情怀。在蔚蓝的天空，寻找今生唯一的挚爱，是老天的眷恋，还是厄运的安排？我爱的风采，就是他缠绵的期待，来得情难了，爱不在，痛苦难耐。聂先生，您愿意娶美丽的桑小姐为妻吗？我愿意。桑小姐，你愿意让聂先生成为你的丈夫吗？这滋味才是爱，为爱而来。桑云，桑云，
救护车！钱俊，钱俊。要听老师的话哦。嗯，阿姨再见。请记住，每一个来到南海天域酒店的客人都是贵宾，你们一定要微笑问候。微笑是我们南海天域酒店的质量和修养，还有准时打开投射灯。要让天域酒店，要让我们酒店像个大海贝，闪闪发光。好了，你们去忙吧。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把还款的日期放宽一些。银行贷款要延期的话，必须要增加资产担保。金融机构如果讲情感，岂不就成了慈善团体？这个我明白。要不这样，我可以把跑车、游艇、潜水设备全部抵押给你们，应该没问题吧？银行不是当铺，我们是不收实物的。再说，就算你把东西都卖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聂少，你也太天真了。对不起啊，爸爸，我把别墅卖了，让您住进这么简陋的家。好，这样，上下楼梯就不要麻烦了，宝宝。不喜欢我们的新家啊？不是。生爸爸的气了？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呀？我是怕妈妈找不着我们的新家。我们还有仔仔，仔仔很会认路的，他会把妈妈带回来啊！仔仔，你一定要把妈妈带回新家，别让妈妈迷路了，好吗，仔仔？知道吗，仔仔？胜者夺城拔寨，
败者俯首称臣，这是铁的定律啊。我还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希望你能说服董事会暂停南海天宇酒店并购方案，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威廉，在商业活动中，情感不应该代替理智啊。可是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正是情感高于一切。难道成功一定是要用降低道德标准为代价吗？对不起，我好像妨碍了你们，你和威廉。我是喜欢威廉，可是爱情应该是每个女孩子的美梦，而不是噩梦。讽刺我啊？我只是以你为鉴，时时提醒自己罢了。嗯，我知道，我有点可笑，又有点可悲。都不是，你只是太执着，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放下。怎么放下？我一直都信奉只有舍才能够有得，就像我和威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可是我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他喜欢的对象，所以我不想强迫他，也不会勉强我自己。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很愉快地相处到现在。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和威廉一起去德国？一切顺其自然吧，你应该放松一点。至于天宇酒店，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想办法的。谢谢你啊，聂少。出事了。还能出什么事啊？我们的账上冒出了3000万的汇款。你确定？不会错，银行主动通知我们，这笔钱足够应付到期的贷款，还能支付扩建工程急需的用款。聂少，这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我可以进来吗？没有好消息，你就不用进来了。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但一定要告诉你，刚才 MG 公司来电话通知，周年庆典活动改回我们酒店如期举行。聂少，我们好像突然有了转机。聂少，哎，聂少。索菲亚女士，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南海天宇酒店过去接待过很多国家元首，也接待过很多知名人士，是一家口碑很不错，而且也是一家很有潜力的酒店，所以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我只是想知道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我没有改变什么。知道，我这次用低价促销，才让你们南海天宇陷入困境，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到时候，你不能让天宇酒店起死回生，或者到时候，不能及时归还3000万借贷的本息金，到那个时候，我可就不客气了。记住，就一年。索菲亚女士。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为了你，我儿子又走了。仔仔，仔仔，快来，仔仔，快来，快来，快来，仔仔，跟我玩，快来，仔仔，你再不来，我生气了啊！仔仔，仔仔，哎，爷爷，怎么了，爷爷？爷爷。哎，聂少，哎，我来，我来，我帮你，给我，没事。哎，聂少，这个事儿不该你做的，帮个忙而已嘛。来来来，这个忙不需要你帮，我是个干粗活的人，但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哎，这个东西啊，电视上说每天吃一片可以补充体力，我儿子是开出租车的，每天都吃，请你不要驳我这个老面子，收下我这点心意吧。我收下。爷爷，没有，站都站不起来。爷爷，你不要
说这种话，我听了会更难过的。也不说，再说你会哭的。我才不想哭呢，妈妈跟我说过，孩子的眼泪会阻挡妈妈去天堂。只有到了天堂，妈妈才能看清回家的路。好，我不能让妈妈找不到我们呀。放心放心，乖，小的，别哭，你忘了，咱咱很会带路，会带妈妈找到我们。爷爷给你保证。这个月的客房预订率已经超过上个月了。那谁知道？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我认为有一半要归功于您的笑容。没错，年少，你笑起来比刘德华还酷。各位手上拿的就是建议南海天域度假酒店大范围征办海上婚礼的策划案。哎，这个主意不错，每年来我们岛上度蜜月的客人不少，但大多各自为政，没有哪家举办过标准化的主题婚礼，我认为商机很大，可以做成品牌项目。哎，赞同我们酒店征办海上婚礼的请举手。谢谢。海上婚礼的主题应该是一种蓝色的浪漫。天空是蓝色的，海洋是蓝色的，花树是蓝色的，种种神秘的蓝色必将浓缩成一份优雅而永恒的情感。年少，你已经成了诗人企业家了吗？老实说，这不是我的创意，而是我定期都会收到一些没有落款的邮件，提供当今最新的酒店业信息。也就是说，聂少，你的背后有一只上帝之手喽。聂董，你好。董事长好。你们好。索菲亚女士，这是还给你的。年轻人，你很有信用，如期偿还你的欠款。真的感谢你把这个机会留给南海天域酒店和我。我倒是觉得你该好好谢谢伊拉小姐。她的善良和智慧帮了你们很大一个忙。小姐，要不我替爸爸感谢你吧。谢我什么呢？不知道。感谢一切行吗？好吧，我接受。索菲亚女士，我又该如何感谢您呢？董事长，您要做的就是快快站起来和索菲亚跳今天晚上的第一支舞。我还有这份荣幸吗？聂董，我可是一直为你保留这个机会哦。我猜你是索菲亚，一个特别漂亮的奶奶。那我猜
你就是可爱的波波了。对呀、啊，波波，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可爱的女孩。姐，直到今天晚上，我才明白什么叫渴望。你究竟渴望什么？这是你最后一次选择机会。我不希望你后悔，也不希望你错过幸福。嫁给我吧。存心为难我，还是要我二选一？现在这个时候，当然只有二选一。要不你收下这束花，要不……什么都会给你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哥哥。我讨厌你，讨厌你！一个爱我的人现在不能爱我，一个不该爱我的人现在却爱着我，这叫什么事？我快被你们两个人逼疯了！是我快被你们逼疯了，你们谁在乎我的感受？我谁都不爱，这样你开心了吗？是不是有一点点想我？一点点。我跟你很熟吗？一壶生，两壶熟，谁也抛弃不了，除非你想抛弃自己。把手给我，我们一起祈祷，祈祷天堂的出现。肯定是个女孩。把什么手做的？汉堡和披萨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一样，只要你对着汉堡把它拍扁，不就是披萨？桑德，别走，别离开。妈妈，那你要上哪儿去呀？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那你一定要等我。波波要记得妈妈的样子。Yeah.